我还经常用一个工具，正好也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这个工具 Search and Replace 全局搜索与替换，我经常用这个工具，非常好用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现在我就有一个字符，我刚才一时又不小心又放错地方了，对吧？我现在也不知道放到哪儿了，我怕它引起错误，我得找到它，看到底放哪儿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工具就比较好使。怎么用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放到这里边，我把它的路径弄过来，对吧？之后粘到这里，这是路径，搜索什么呢？咱们可以自己填，我这里是星点 XML 通背符星号，这个应该知道吗？星点 Java， 我搜什么？刚才那个 TOGGLE 是不是？这边有几个选项，这个要弄上，搜索子目录按下去，这个是搜索压缩包，就是说你不解压缩它还可以帮你搜索压缩包内部文件，这个无所谓，你根据你自己实际情况选。这个是搜索，这个是替换，看见没？你要替换什么，把下面字符弄上，这种做批量字符搜索和替换非常好用，我经常用这个工具。直接咱们搜一下，看刚才那个放哪儿了。哦，这儿搜一个，哦，这个是对的。然后，哦，刚才肯定是放错文件了，很明显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暂时先不管它，但是这个工具你要记到要怎么用，这也很好用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对不对？搜出来字符到底在哪个文件里边出现的都有，想替换值一填一点这个，这先不点吧，这个不敢乱试，万一给替换没了就完了。好吧，这个大家记着这个工具自己下来试一下，好吧？然后咱们那个先不管它，一会儿再放回来，这个咱们。哎，刚才那个我懂的名字叫什么？我是要忘，什么一个名字？这个吧，再运行一下。在这里边点个新建，弹出来了吧，是吧？这样合适一点。好，这是我们做一下数据校验，名字不弹不填，填保存，是不是？人员名字必须是英文、中文与数字，对吧？然后咱们还有什么校验啊？点取消，点个取消，取消了吧？这时候如果刚才那个你问的那个问题，如果不是那个，你点取消，取消不了。你不信你回去代码敲出来，你可以试一下，知道吧？然后接着新建。好，还有那个人员名字一样，这个情况是吧？我们再打个张三儿，行吧？张三，好，再点个保存。该用户已经存在，就换个用户名称，对吧？然后再起张三二。再保存。哦，这个时候好像没有刷新。哦，那个棒的那个应该是没刷新，添是添进去了，对吧？为什么会没有刷新呢？我们来查一下，这个吧。哦，这个重新设置这个 adapter 不行。这个应该是放在一个位置里边的，因为我们这个 adapter 没有重新加载数据，对不对？还是用的老数据，肯定不行了嘛，对吧？我们应该把它放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再来运行一下。点人员管理，新建人员，刚才那几个测试就不用测了，咱们数据校验已经基本上完善了。哦，对了，应该还有一个情况没做到吧？
长打几个空格，先保存试试，没事吧？可以说这个校验已经绝对做到绝对强大了，随便胡乱输是不是？包括那个也没做吧，二十个字符应该是，咱们输几个试试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是吧？这是吧？一二三，第三的时候输不进去了吧？对不对？再输多也输不进去。你要是平常你不做这种校验，他非给你输一串，那你程序要不然是报错，要不然是把他字符给他截取掉，是不是？这自动让他输不进去了，他输不进去了就知道了，是吧？这个校验已经哦，这个没点保存，我们要试一下那个刷新的，叫222算了，然后点这个保存，出来了吧，对不对？这已经基本上做到最合理的这种了，是吧？那么下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回来接着把它给做完，好吧？那我们继续开始，刚才那个新建已经完了吧？其实新建就是添加，不是，就是修改，是不是？修改其实也就完了。我们这时候我们这个修改和删除呢也要有。我们做怎么做呢？我们通过在这个list 的 item 上面长按显示一个菜单出来，对吧？通过这种方式，这种方式要怎么做呢？主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文档，我们主要要分成这几步。这两个，然后这个，对，使用上下文是不是？主要这几步，首先是注册一个上下文菜单，对吧？它在这里边的这种上下文菜单，有点类似于 Windows 里边的右键之后产生的菜单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注册之后，这里边要复写它这个生成方法吧，对吧？在里边，在生成这个方法里边，调用 Manual 的 ADD 方法添加菜单项。最后你有菜单项就要处理点击了吧，对不对？在这个 item select 这个里边处理点击，对吧？主要就是这三个步骤，下面我们把它给做出来。首先呢是注册这个上下文菜单，我注册这个方法我是把它放到这里边的，也是放到这个类似于监听器里边的。咱们那个是 LV 是吧 ？User List， 这就注册了吧，对不对？然后覆盖两个方法，什么方法呀？一个是 onCreate， 这个吧，对吧？这个上下文菜单这一块你先前没用过？用过吧？那就好。然后在这里边呢，我们把这些代码先给它直接给它删掉。然后我们要什么呢？生先声明一个 adapter， adapter content menu info， 这个很明显就是获取一个那个菜单项的信息吧，是不是？选取了菜单项的信息，我们把它做一个转换，这是要做一个强制类型转换，把什么给转换过来呢？这里边传进来有这个菜单信息，对不对 ？Menu info， 它传进来这个点击项的这个菜单信息，要先把它转做一下强制类型转换。转换了之后，然后要接着怎么做呢？得到菜单信息，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得到这个 list adapt 这个对象，怎么获取出来呢？get adapter 是吧？获取的这个
识别器里边的这一项。之后要怎么做呢？ adapter 有了，我们因为 adapter 里边是不是有 get item 啊，对吧？有这个吧，我们前面取出来 item 应该是转换成一个实体类了吧。做一个强制类型的转换了，这就要把它转换成咱们的 mode user 是不是？那这里边这个到底获取哪一项信息是从哪来的呀？啊，就是从这个菜单项这个信息来的。它里边有个什么属性呢？看到 position 没有？当前你在哪个菜单上面长按的，它这上面就出。就记下来这个 item 的位置，你通过这个位置就能从 adapter 里边取到它选了当前这实体类的这项信息，对不对？这个实体类呢，我们是把它应该弄到外边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先弄到里边，因为一会儿在别的地方也要用。弄过来之后，我们再把它抽取出来，抽取成。把局部变量转换成字段，对吧 ？OK， 就转换了吧，是吧？转换了之后要怎么做呢？要设置几个信息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这里边咱们应该设什么？这个吧，是不是？咱这里也有个图标。菜单，并且咱还有个 title， 是不是头的名字，对吧？这个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做，菜单这个 content 这一项它也给你传下来了，上下文菜单这一项，你通过这个可以设置它的一些公共信息了。 header icon 有了吧，是不是刚才咱们那个图标啊？ r.grable.user 小图标吧，就设成。设了之后 title 也可以设了吧，title 设成什么呢？你要改哪个，你直接把它的这个字儿直接它的 name 直接弄上去嘛，对不对？获取 user name，图标也有了，文字也有了，这时候做什么呢？要生成菜单项了。 item 我们首先声明出来一个数组，菜单项还记得怎么用不记得？是不是往里边传什么 group 组了名称 item 组分组了这个ID 号，还有这个 item 的 ID 号，对吧？在这里边呢，咱们生成菜单，因为这个菜单修改什么什么有个标记，这个修改删除，咱们在其他的项里边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修改删除，所以说我们把它封装到哪儿呢？提取一下，这个因为这个和业务有点关系吧，应该是只有这里边用吧。这个无所谓，咱们放了位置觉得不合适，回头再改。我们在这里呢，就我感觉还是放到这个 form 里边比较合适 ，voice。然后这个呢，我就不敲了，接着复制，接着复制。我先前应该是放到哪个里边了？我看一下。这里还没是吧？我先前是放到 form 里吗？就 form 里边看，因为我记得先前放到 base 里面。哦，打错了。哦，这个他估计又搞混了。哦，没有。我看看这个里边有没有啊？这儿了吧？
确实放在这里了，我先前已经放到这里了，直接把它拷过来就算了。嗯，直接往下面接着写，对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他把这个 menu 的菜单项，稍等，我们把这个方法先给写完吧。首先要把它的这个上下文菜单这个传进来是吧，要到底要哪个菜单里边生成项，另外一个传一个 item 的这个 ID 的数组是吧，咱们这个其实都写死了，都是一二。其实啊这个把它封装到这里边也可以，我们在这里就直接把它改造一下，因为我记得以后用到传的都是一二，不会有特殊的情况。我们直接怎么做呢？这里边直接弄成这样，这个参数呢就不要，直接传这个就行了。这里边我们循环它的两项，对吧？一个 edit 一个 delete， 这个我们要字符要给复制过来。menu text 在哪儿啊？说一下。修改删除吧，这个我们直接应该放到这儿会合适一点，修改删除，然后呢在这个 form 里面这应该就不包括了，对吧？我们封装到这里，下次直接传就帮我们生成删除和那个什么菜单了吧，对吧？这项弄过来之后我们就直接调用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生成菜单之后就要处理菜单之后的点击事件了吧，对吧？不写这个 select， 应该是不写 item 这个，然后这个我们不管它，我们接着在这上面写单，然后这个返回 switch， 我们用一个 switch 语境。判断什么呢？判断它传进来的这个 item ID 对吧？如果这个值是一的话怎么办，如果这个值是二的话怎么办，一的话是就是咱们的修改吧，是吧？修改怎么办？咱们刚才选中了那个被选中了 adapter 里边的这个实体类已经取出来了嘛，对吧？怎么会没有 user ID 呢？来看一下这个，咱们这个取出来的这个是不是已经是它这里边有的这个项了？这个项怎么没有 user ID 啊？这个项，这每一项里边不是你从数据库里边取出来的值附进去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已经有了嘛，对吧？所以说直接把咱们取出来的已经有的这个实体类传过去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怎么做呢？删除呢？删除咱们也封装一下吧，封装一个 delete 方法，是不是？封装一个 delete 方法写到哪儿呢？这个方法写的还比较长，直接一个这个 delete 我们也把它封装成一个那个事件，delete， 这个怎么反着？这个应该返回 void。然后传进来要删除的这个实体类，
传进来之后要怎么做呢？